我前一阵子有办一场线上演唱会，然后因为是预录的嘛，所以我就在家跟他一起看，我一直跟他说那是妈妈，那是妈妈。差很多吗？素颜跟舞台上发型啦，主要是头发还有装扮啊，还有那个样子，就是这样子唱歌表演的样子，跟平常在家的我就是有差别。我就要告诉他说，哦，妈妈平常如果去上班就是这样，哦，这是妈妈平常在做的事情，这样子。那儿子有给什么回应吗？因为他还不会讲话。哦哦，对啊，他就是他有眼神注视，我就谢天谢地。眼神有金款的感觉。还是呆滞，他真的才一岁啦，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他只要能够有关注，这样子多看两眼就觉得，哎，他有在吸收这样子。